团团先给东丹一家来了个下马威。对鸟友好吗？还可以的，还可以了，我就强行出笼。妈妈今天必须要社交吗？我看看他们俩什么反应。场面先是陷入了沉默。东丹呆滞了，让我摸一下，摸一下。哎呀妈，你就摸别的鸟吧，我先走了。这样看两个爱鸟假装无所事事的样子，吃个饭缓解下尴尬的气氛。团团打破了和谐。哎哎，打起来了！妈妈说要展示下才能。我不想玩。团团忘我的玩着。妈妈有鬼。他不会玩，快来扣我！我想被扣。不打了，我给东巴玩一下这个。小气鬼团团，跟他玩一下嘛。不行，这多少就打起来，两个人抢起来了。真是不让鸟放下来，怎么又动我的宝贝？来了发功，来了真是的，哎呀，跟勺子不共戴天。这么喜欢的？哎呦，这个虎狼之词不用看。妈妈，我不想和显眼包玩。妈妈快来呀！妈妈好，这就是显眼包团团的一天。哎，我们东巴住单间，团团也住单间，我们看着，印度专线发车了，挤在一起，好乖呀。小气鬼团团最后都没把自己玩具分享给东方。